多番啦、啊。我捌一篇文章咯吼，因为讲伊嘛讲这个陈志雄伊是一个屏东人吼，佮伊讲屏东县政府来设一个伊个铜像啊铜像，啊佮迄个苏卡洛，因为伊捌苏卡洛嘛，苏卡洛后面个陈志雄看安怎安排起来吼，啊再请这个印尼驻台湾的代表去啊剪彩啊，啊加强咱台湾含这个印尼的关系啦吼，啊游客啊啊看到这铜像啊。不像南望了，南向政策了，那讲一个讲，讲中国，啊，你讲咧骂中国，啊，你东南亚你庶民都无了解，我一到未来人啊，我参加咧英文的迄主日崇拜啊，有足济菲律宾的，足济这个印尼的这个基督徒，啊，一个迄主要印尼基督徒，讲你台湾人啊，我印尼知道，你拢唔知影，我听我真艰苦了，1992年李登辉讲南向政策。我家己出一本册，印尼简史修学本啦。我花3-4个月，家己出700万块，安尼出啦，安尼本册啊，无落尾干难聊啊，上上人啦。我讲咱台湾哈，一日到晚跟咱讲台湾学，啊，跟咱印度台湾，我讲啊，全球学啦，啊，专世界拢爱研究啦。啊，台湾人一寡迄个大独派的迄个教授啊。啊，真看袂起这东南亚，看袂起这个非洲啊！啊，印尼啥物话咧？因奈看袂起这国家啊！印尼啥物拢无要研究了，因为伊个始祖宗，我们带个先啦，我们是王的传人啊，我们是炎黄子孙啊！伊虽然讲特别我们带个是因潜意识的习惯，哦，我是王的传人，因潜意识啊！啊，看袂起这个蛮夷番邦啊！啊，这啊，我是国美的，哎，全球学了。台湾学应该要加强，同时要全球学了，所以我就这么喜欢陈志雄嘛，快用台湾嘛，不是屏东啊，立即同向啊，加强这个台湾同这印尼的关系啦，因为那采一个因为国务的同向嘛，我想印尼的更多了，啊，以后一个我拄到菲律宾同那个印尼的这个伊都多多少讲嘛，哎，不台湾的原住民跟你同款的，眼睛叫做东人啊，啊，这个手有啦，叫做马达啊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尼玛国了，叫做尼玛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台湾原住民跟你们是南岛民族，谢谢。对，这个拜托老教授哈，今日这边啊，叫一挂去屏东县政府，哈，屏东的文化局啦，哈，我相信讲这个。物件因放入去因的初中生、高中生的教材吼，啊，也是讲给伊创一个纪念碑，因每一年会当纪念这个陈志雄。应该即摆屏东县政府是会接受这款的建议啦吼。因即摆文化局是毛金焕嘛，伊应该会去重视这个代志。啊，咱个提供一寡材料吼，啊，这个代志我相信。对地方领导会当来个去促进吼，啊，拄只讲着讲台湾含这个东南亚的关系吼，其实这是有影真正需要加强嘛吼，因为咱若要取代这个中国的市场，要让台商有搁较好的出路吼，东南亚这个市场是袂使放弃的，甚至还搁较深入，因为明明是这个南岛的民族吼的这个关系吼。啊，个东南亚的国家，因为即个普遍着，伊对中国是有戒心啦，伊对中国其实拢感觉着受威胁，所以心理上其实是会较同情台湾的这个处境，还是讲含台湾是会较徛港一边较对吼。咱看即摆即个南海的这个情势来讲，东南亚的国家应该是咱真好的朋友，所以若讲有咱的。企业界朋友、台商底下有熟识，我感觉这部分嘛应该爱去努力吼，做一个真好的连接。甚至鼓励较侪台商刷对东南亚去吼，因为东南亚个国家对台湾是无威胁，啊，应该是都会帮助吼。最咱爱去努力就是讲，真正伫这个经济外交顶端吼，东南亚是袂当放弃的一个真大的资源。尤其你若入去东协，其实东协已经是一个经济的一个联合体啊，吼，
迄人口嘛是相当多啦，所以这部分我是感觉确实有值得咱搁去努力的哈。那咱搁有啥物朋友会当来请？我是来自北港的李志源，我的案件是三苏东客港案。哎，我来讲的，头拄仔我有名手，啊，这个时间哦，拄仔要煞。啊，我对待李红，因为我参伊规尾啊将近一冬，还没感冒。啊，伊过去伊所有的事情，我干呐会当注意咧审判期间，伊对我所讲的话，伊伫军事法庭，甲迄个法官安尼讲，讲革命的事业，多少得爱劳费。我今仔日牺牲袂要紧。今天你心怕我，明仔载台湾人民心怕你，这是伊讲的话。伊讲革命事业多少得爱劳费，我今仔牺牲袂要紧。今天你心怕我，明仔载台湾人民心怕你，所以伊拢无做遐。头拄啊有真侪人咧讲伊的事迹，无要上诉。其实伊的中心思想，因为伊所有伊的迄、那个。反正伊迄个内心的中心思想，甲伊的做法，上届知影，因为伊参一个柯其化老师的弟弟，或者柯辉龙，因两个拢会讲日本甲讲英语，我也不晓日本，也不晓英语，所以若是有关陈志雄的事情，最清楚的应该爱叫郭辉龙出来讲，这是因为因两个。困隔壁，啊！你甲你就是咧讲，所以头拄啊，一个高中生的迄个作文内面所讲的，拢差不多我陈志雄甲讲的话，差不多伫遐。但是伊的中心的迄个思想，甲中心的迄个想法，应该若有在像记者先生，应该吼爱去找柯威洛先生。因为因两个拢会讲日文甲讲英文，我无法度知影。啊，因两个是伊家己同我讲，所以有关即个陈志雄的事情，应该啊，若有兴趣的人来去学访问郭辉洛，啊咧，我简单报告安尼。对迄个考试历史有兴趣的人啦，吼，啊，即个线索唔通放弃，因为。郭其化先生是过身去啊啦，伊个弟弟柯辉洛应该是还伫咧，毋过年纪嘛真大吼，年纪嘛真大，所以啊，我生个公主，即、這个柯志明含柯志哲两个，即摆一个伫中央见面，一个伫台大社会系嘛吼，所以即拢还阁找伊着啦吼，所以应该啊，即个方面的资料会当阁去收集一寡吼，好，安尼咱后壁来请。多谢陈院长，啊，各位朋友，咱今仔日伫咧遮纪念这个陈志雄烈士吼，啊，对我听陈志雄烈士有可能变成台湾人的伟人吼，我心就真沉重。咱敢需要等一百年？徐兄，咱看到讲咱今年哦选举了，当然国会过半，总统嘛、行政官嘛摕到，但我想讲，咱真正即阵敢唔敢做这工作？比如我代表市来讲。柯志英执政以外，台北市有真侪所在，包括即摆你也去看太平国小正门口内底，也写一个对联啊。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不底下啦。啊，咱要如何变成讲真正有一个正当的台湾人？这跳掉足简单的代志嘛。你也唔相信去看卖啊？太平国小伊咪不咯？台北市偌济？照甲一个当上，伊都唔叮当。一个国家，如果你若讲本身对这个对台湾，太那些台湾人的这个凶手、独裁者，你若敢去甲伊面对面去正面迎战的时阵，台湾历史无可能葡萄啦，无可能葡萄啦。我差不多最近几年来看这个1980年的光州事件，五一八，这个代志当然就是全斗焕跟刘太仪因后壁策动。
经过1995年金永山选到总统了的时阵，第二年把这两个来审判，一个在一审啊，缺德犯法死刑，卢泰判无期徒刑；第二审，缺德犯判无期徒刑，卢泰判21年，过甲扣起来。那1998年的时阵都是特赦，但是韩国把定掉，这就是用国家的暴力杀害因的人民，无争论。你韩国即摆纪念光州事件无争论，但是台湾要纪念这历史有没有争论？有争论，因为你无就定掉讲独裁者的台湾台湾人共款来拜，共款来纪念。咱看到蒋介石的纪念馆伫遐，朱额伫遐，世界拢无动向的时阵，咱还有可能台湾人历史的波涛呢？因为台湾不干你把事件好干这代志。绝对好老师，认为讲有一派认为讲爱教，一派讲不用教。学生同款，家长同款，因为国家无着国家权力甲定调的时阵，你永远着伫遐争争吵吵，吵吵嚷嚷。咱可能讲100年、200年嘛，无法完成讲咱台历史变成咱台湾的位置。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一种的吼，一定要定调讲，这真正一定要把蒋介石变成一个杀人的魔王后。把他请下来，台湾人真正我的葡萄啊！咱选你做总统啊，国会过半了，你也无落去做的时阵，永远逐天干在控清在控疑啦。咱看今仔日反核大游行，民进党已经过半了，加上时代力量50席，也差将近32%。你也无落国界力量来讲啊，冻掉了，甚至是把核事永远怎样停建。那我们选他干什么？当年大家都去游行的时阵，我们台湾真的很困难，在这个所在继续向上行，变成国家了哈。我只怪跟你看完多少。